好，欢迎回来。我们这一趴呢，要来看这个生存之道，是芋头跟大鱼去宜兰打工换宿哦。对。其实我不知道打工换宿是什么，我也没试过，反正就是一些做一些事换一些事，就是劳力换住宿啦。劳力换住宿，或是换，就是用劳力交换东西的方法。换什么？换交住宿、啊、就对啊。那干嘛要去住？就是体验人生啦。走出舒适圈呢、啊，因为这样比较，我们设定就是大学可能还在念或大学毕业，然后你想要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你没有钱，可能想要旅游或没钱，对，对啊，对，然后可能可以学一些技能，像我们就这次是学冲浪，哦、oh, ，好吧，嗯哼，那、啊、我们就直接来看好了，好啊，耶，晒得黑黑的，嗨。很羞耶！我们来公布这次要拍的生存照的内容。什么？你们又想要我们去哪里打工？这次我们要去打工换宿。啊？你们是打工换宿？打工是听得懂的，换、欸、宿是怎样？打工换宿就是靠你们的打工的活，然后去换取当晚的住宿。不过这一次的打工地点你们要自己找。没错。你们不会太懒散了？如果作为一个企划应该要做的事情。可是我们要重现一般人的情境。如果说我们都帮你们找好了，那就没有什么。我会很高兴。好吧。所以地点做什么都要你们自己来。我们要找一个实况组的打工换宿。没有这东西。那我们先来收看哈，收那个打工换宿哈。他打工的项目是修缮历史悠久的那一栋。这是搬砖的痛。你应该说，你说你想要什么活动？比如说跳伞啊，擦热气球，或者是冲浪。好，我来找冲浪。我虽然叫大鱼，但是我不会游泳。你是不是？没关系，我跟你讲，人生来就是怕水，这个正常的。不是嘛？你看你今年不作为吗？赚钱。算了，不算。我是说人生的成就。什么是人生的成就？就是你有没有心灵的层面，有没有成长哪一个部分？你不要这样看我。我怎么啦？突破一些你本来的障碍，我也会有我的障碍。那你障碍是什么？我现在很重。不要这样。对宜兰而已。哎，真的，宜兰头城乌石港哎。那就偷偷看吗？上升的履历。没什么问题吧？认真向学，颜值高于平均。哈哈哈！哈好，起初了。他们可能要过一些时间才会恢复我们，所以我们的影片到底是这两分钟会断，还是会有一集的内容呢？我们敬请期待啦，拜拜。我在河上面那边做转场。Didn't think I'd take a whole lot more. Start to lose the feeling when you second guess yourself. I'm not the only one. Eyes open wide, cry out the tears. Light up the dark in me when you're near. I see that you're willing.这就是你们今天的旅费。这太少了吧？你们这有个规定，就是不能花自己的钱。我们要像一个学生一样，我们要还原打工换宿最真实的一面。好，那我们先去买票了。好吧，来不及了，耶！拜拜。买票喽。号码单拿了吗？嗯，谢谢。哎，拿了吗？号码单了吗？号码单。这个白色的。大豆，你拿号码单了没有？在这边。哎，好。等一下，我算一下。我这样很酷哦，因为六月都是最后入座，他说如果这班没座就晚一个小时，然后我们九点要上班。不行不行。对不起。
点的啊，啊，八点的。杜丽的肚子打错了。要出发了。经过刚刚的乌龙之后，终于又要再出发。拜拜。不要这么丑嘛！真的是把我们塑造成两光的两个人。可是我们现在到头城站了，对吧？我们是坐火车。好，啊，你知道怎么走吗？不知道，那我找一下。头城，火车站。自己的。出发。太久了吧，那怎么办？我现在也只能坐健身，可是我们来到，我们没有去，那就是用你们的旅费来设计人生吗？好啊，没问题啊，可以你吗？我们就是来打工赚钱，对啊，全身上下大概三千地方对，那我们来去做健身了吗？我紧张哦，不知道他不会先动久迟到的事。啊，别说了，我很抱歉。先好，我们去找老板。好，找老板。Hello，Hello，我也是小王。你们叫什么？我是林鱼，我是林鱼，就是两个小帮手今天要来报道。对，然后我等下直接带你去，先来了解一下小帮手。好好，那我们先放着。好，现在可能是这样吧。客人来的时候，我们会先问他们说有没有比较强烈吧。那像比较初学者的话，我们会建议他们基本的泡棉板。那泡棉板的话，它就是伤害比较不会那么大，因为它是软的。因为他们在还没有够了解这些安全知识的话，他们其实比较容易受伤。对，然后就是保护自己，保护他人。确定好他们要打板之后，我们会先跟他们说，就是在海边有哪些比较要注意的地方，因为像有些地方比较深，会比较危险。那如果涨潮的话，他如果不知道那些是比较深，它有可能会比较危险。这个衣服是防磨衣，因为有时候就是这边会摩擦到，因为像硬板的话上面可能会烂。那如果有时候里面有生物的话，就其实它也是防止生物咬。对对对对对。看到我第一次冲浪的时候买过这个。然后你们就是上课的时候就不要穿太太的。还没见到一次什么感觉？我们现在去别的地方了。他们要还板的话，我会请他放在这边，就我会这样子清洗完之后，然后才放回原位。啊，是我的，华晨，原来是老板啊，老板仔。我们就是早上开会后，我们会认识这边的整洁跟环境。嗯，对。各位来扫地吧。好。其他我们就把棉被抖一抖，然后枕头跟床包全部拆下来。OK， 好，行动 ，Go， Let's go。被打过吗？这里还好，可以。哒哒哒哒哒。谁啊？笑。老子要进去。偷嘴我，哈哈哈哈哈！不要入座，让我入座，哈哈，哈哈哈哈哈！哎，他摸我一开，我就掉下来了。那你重新就好。哦，不是，我以为太久没掉了吧？你太久没掉了。哈哈哈哈哈！
那一瞬间有一种辛苦的感觉，你们感受到了吗？就是会摆弄的。为什么觉得妈妈比较辛苦？因为这样有气候，因为蛮小的。好，那一开始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先让他们看这个承租约定书，然后上面就有一些就是可能要他们注意的事项。我会先询问这些客人他们是要租什么样的东西。这里为什么有400跟500？这之前有分，但现在我们都统一就是500一整天。柜台除了他们进来签完这个，然后收完钱之后呢，大部分还会就是看饮料这边。是按照上面的收就可以了，然后像这样已经烧水了，我们就会把它补到满。嗯，对。你想要什么颜色？一件800，但是如果多一点，矮照。不要乱丢。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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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那所以，然后再换大。哎，那你把你去。你好，需要什么？我吃饭。上班感觉没有很战战兢兢啊？是第一天吗？我们超级战战兢兢的，我还晒得很黑。提示。现在要去帮客人。帮客人挖一个坟。因为他说那个伞很大一只。可以。你好，你要啤酒吗？有，你想要一瓶30，三罐100，你要不要买？一瓶三十，上方的，都一样的。对。我拿过来拿，我先放。好。生意兴隆。嗯，对，真的有赚到钱。嘿，还是我来推销，好爽。那去看一下他们，他们去好久哦。对啊，对。他们在干嘛？大鱼，你们刚刚去哪了？义务性的帮人家擦了一只阳伞。为什么？因为他一个人，然后一个人来。哎，快停住！然后那个快快。然后拿水管。对，我这样。来来，你拿。嘿嘿嘿嘿，不穿拖鞋哦。都洗干净了，不然会像大水淋在身上洗澡，好热。开玩笑。看你了。可以哦。嗯，有点疲累样子。没有啊，你要确定，你黑眼圈没有办法。啊，辛苦了，辛苦了，今天打工快5个小时啦。是啊。OK。因为打工换最重要就是你可以学习到新的技能。那我们这次是冲浪嘛，对不对？那我们就准备来换衣服，来跟教练学冲浪。耶！天哪！太期待了，太期待了，走路的了。这样子。呵呵呵呵。这里是什么地方？嗨，你们好，我叫阿华。是老板吗？我打工的，资深的幻术生。好，那我们开始上课。你们有冲过浪吗？没有。没有。那不会游泳没关系，现在在退潮了，水不会太深。有看过人家冲浪吗？刚刚那些浪量算看。因为我刚好你们在海边，所以你们看得到。那有些人他可能完全没有看过冲浪是什么，他会问我说：“教练，冲浪是不是往龟山岛的方向冲？”喂，他以为我们要开
去。对啊。哦，我们不出去吗？所以你以为是往龟山岛的？没有，我以为我没有预设立场。好，我们就必须挑选我们的冲浪板，对不对？对。OK 吗？那换你们练习喽。傻眼。好。我觉得我特别的不擅长。我叫他休息一下，先换你。换你了，不然他等下没力气。对，看前方。然后下水前呢，就是要告诉你们运动嘛，其实都会有一些运动伤害，或者是被冲浪板打到之类的，就是要告诉你们怎么保护自己。那待会你们在冲的时候呢，你们一定会掉到水里。那掉到水里，我们就要外爆。就英文它是叫 Y out 了。那当你 Y 爆掉到水里的时候呢，那出来的水面你们觉得需不需要保护自己的头？所以记得护着你们的头，一起来之后呢，赶快看外海的地方有没有人往你这里转过来，然后你把你的冲浪板赶快敲好。那我们可以下水了。这是有空白机吗？对，没有，是有一个人跳。胸口是在那个粉红色线上，对不对？对，就是待会不要离它太远。好的。好可怕。滑，这个还好啦，这张比较滑。一点点水就感觉到滑。待会记得哦，你们不要蹲的时候呢，你们要起来的时候不要一下这么高哦。嗯。就是微的起来就好。用力的。还可以。真的好好笑。你们冲的时候啊，姿势上啊，膝盖啊，你们可能会变这样。有点开。今天那个膝盖可以往内夹。这样会不会变的？一定会落水。不要，它不会很深啊，我待会就在旁边，直接把你拎起来就可以了。对啊，好，下水哦。非常的艰辛，好像不是一个很开心的活动。我去哪都错了，我手好酸。已经不行了，我呼吸调整缓慢到了。嗯，我得到这样的神段，那边太轻。然后上来的时候啊，记得再测。再不亮，它力会比较少。屁股还好吗？好，那我先去换那边了。你先。感觉你太急了。别怪这里，你消失很痛。完全靠底，靠底。好可怕的！好恐怖啊！再一次 OK 吗？拍太前面了。快点！
哎呦，猛哦，水哦，雷碧，没了吗？刚刚的脸就是，到底今天在干嘛？怎么样啊？哎，所以这个画面是怎么了？厉害！我看起来这么凄凉的吗？哈哈哈哈哈！好刺激！有空你们今天打工这件事，就觉得好像做了很多事，又好像什么事都没做。那你有什么收获？你说。我就看到他们都好像很快乐，他们生活很快乐，很惬意的感觉。对，然后很慢，就是就觉得好像跟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觉得有点格格不入。那你们今天对于第一次冲浪的感觉？蛮难的，其实有点不甘心。但我觉得相较于我稍微克服的障碍，是更值得庆贺的事情。耶！知道你终于要冲到大学了，我还是很怕水，总是有前进一小步嘛。因为我觉得我都来了，所以。我觉得机会很多时候都是错过的。哎呀，哎呀，大道理，近思鱼，厉害啊！近思鱼，但你还是默默的去换了衣服，默默的，在粉丝上面说我们要起来。我们要请你们协同信给昨天的自己。那我们互换了吗？这里没别人啊。不，昨天的我后面是秦秋。在来之前，我真的百般抗拒去玩水，会在这10到20年间，还是陆续有去学过游泳。但我仍然很怕吃水的感觉，所以也根本不喜欢去玩水，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挂号，根本想不起来上次去玩水。有这么，你是真的不玩水？今天游泳池老师既然不让我，为啥要给自己一个理由尝试看？发简单。开心心的时候，虽然一整天都在上班，但我觉得很棒，很棒。因为我还是去尝试了，虽然没有达到站起来的目标，没有关系的，大鱼。站不起。可我没有空客手回家。没错。耶！又累又开心，看起来是蛮开心，也蛮累的。P.S.然后那个要玩冲浪还是要练腿力？没有，在练腿力之前，你必须要先养成这个运动。没有，就是走出户外嘛。站两下，我在板上根本没力气保持动作。挂号，我真的不想别在水里擦泥。拜，今天的又玩什么？干嘛？是尴尬笑吗？觉得在大自然中，哇，你的文笔好像接下来好好想一下，你是不是就想羞辱我？哪个张先生？是不是有找到想要的东西？是不是有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或者是不是快乐的？初次体验打工环宿，看到其他人在这里的又慢慢的步调生活，能够仔细思考。找寻方向，觉得很有趣，也有点羡慕。原来日子不一定要过得好，原来生活不一定是钱多才成功富足。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感觉上都能打从心里快乐。但是钱多也不错，不一定是钱多的富足，但是钱多应该也是会蛮富足，还不同的富足。对，那我们下次再见喽。今天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我是芋头，我是大鱼，拜拜。干嘛讲相声是不是啊？我想跟他玩，我不想跟他玩。为什么？我听到了，你很过分。我喜欢他，你看他恭喜我。他，你说你想跟他玩？我要跟蔡司玩。你想跟蔡司玩？他说我要跟你玩。哎呀，好像有面包的，没关系啊。你们走对方吗？你要吃麦当劳，我想要吃鸡爪。等一下，你想麦当劳是不是？我们有时候有特别服务，猜拳三把赢我，我就请他帮你买。剪刀石头布，没有，继续，重新了。哦，你不能停。剪刀石头布，做。sorry 喽，我还是拿你要的拳王。不行不行，就输了。太 skill 了，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被羞辱。被学姐电，笑到不行。然后基本你要找到我，然后再上来。
然后大鱼哥前面，要帮他们扶到上岸吗？在修复我的心情。不会这样，你尽力了。真的是搁浅状态，嗯，浅滩仔。哎呦，哎呦，是哦，辛苦两位了。哎，不简单呢，真的，真的不简单呢。因为我有冲过啊，那真的没那么简单。怎样啦？我在趴着去干嘛？没有，我在想，你是不是想哭？有一点点，微微的鼻酸鼻酸。不是因为以前我就在那个海边，就是微底水过。就是同一个海边吗？差不多都是苏澳，但是具体是哪一个？可能没，但是就是差不多。那你也太突破心魔了吧！我的天哪、啊！那天我就说我不要，大家都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说我不要，芋头去就好。嗯，对他本来说他完全不碰，他只有要在那个练、哦、那边练习干着就好了。没办法，干这一行哈，真的鸡鸡不够大，就是得做这件事情。对，没鸡鸡就更得做了，还不是呢？当你不想做什么就不能做的时候，你就够大。哦，没办法，这真的蛮硬的、欸，真的蛮硬的、欸。对啊，因为如果你不碰水的话。你是连游泳池都不去的人，去海边真的应该觉得蛮可怕的吧？对啊，会吗？在浅的地方我可以在水里，但是因为那个海边，就是我那时候是爸爸拉那个橡皮艇带我到海中间，就是踩不到地板，然后会游泳的人才跟。那时候我很小，还国小，然后有我弟跟我还有我堂弟，我们三个，然后两个大人，突然一个海浪超大蛋，橡皮艇翻了。我的人生跑马灯直接学起来，哇靠，好可怕、哦！然后我就不知道，在我淹了几口水之后，好像有人抓住我了，我已经在想淹的感觉。哇塞，你这样子还敢去海边，你真的蛮……所以我就一直不太喜欢吃水的感觉，就是每次学游泳那个换气我就不会，然后我就很惧、哦、抗拒哦，所以我都不去玩水。嗯，这个我可以体谅，跨出去，你真的勇敢。真的厉害，所以我那天就是动不动就是不要，这大家看到我很蠢的样子，其实是这样子。不会，你不蠢，你一直都是这样。一直都很蠢。喂，这个真的蛮厉害的哈，真的值得鼓励。你很大。没事，选一个冲浪干什么啊？为什么不去挖地瓜啊？奇怪。都是搬砖头。对，真的，真的，粗活类型的。那你们。如就是你们这样子打工，你们就是帮忙他们做一天嘛，对不对？对啊，对。然后但是你们就是正常来讲的话，是一个月，就是一定要去一个月，你不能只去一天。对，因为他还有，因为他还要训练你们，你要熟悉。对对，没错。在你成为战力之前，最短要一个月了。就是那你就可以一直坐在那边科普一下，就是你用劳力去交换住宿这样。他们那边的就是那些其他小帮手都在那边待了大概两三礼拜，然后每天就是这样写，就是惬意惬意的。因为那边的有人来就工作真的蛮惬意的。然后好像到五六点下班吧，就可以说，然后就开始做这件事情，啊、然后他们都会在那边海边。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就去过那边冲浪了。嗯，我记得那个时候三四点他们就已经准备在收了。嗯。因为没有人会三四点才去，对啊，就太阳下山了。对啊，对啊，对啊，就会变冷。而且他们住在那边很酷，我都可以一早五六点起来晨冲，因为很早就睡了。真的，因为晚上也不能干嘛，对，早上没有人，对啊，而且早上没人，肆无忌惮，也不会那么热，就早睡早起。对啊，对啊，很棒。他就是晒得黑黑，他也是工作辞职去那边两三个礼拜。他们还会涂助晒剂，就是让颜色肤色变好。哦，讲着讲着，我都想下班回家休息，完全跟冲浪没关系。没有啊，冲浪是蛮有趣的，对我来说也是蛮极限的。但是一开始真的要有一点的辅助，那时候高中的时候搞不清楚状况，自己在那边乱滑。是啊，一定对，然后回来那方向也对不准，自己的话其实超难对准的。嗯。就是浪过来，你可能是斜的这样子，那就歪了吧，歪了板子要撑起来，你的板子就直接翻了。对啊，因为歪的话板子就直接会翻。就上板就要找到重心，然后踩的时候也要站稳、啊。真的很难，很多美。我一换来的只有一对磨损的奶头，还吃到盐。那个时候连要那个时候连要防护都不知道哦，全部人前面也就是红红全部破出唱片，对啊，出唱片也没到那么夸张，对啊，就是。前面一片胸口全部，后来仔细看应该全部都破掉，这样子。好痛啊！对，因为搞不清楚状况。哎，没有穿防护衣啊，没有。而且那个时候我刚刚去冲浪，那个时候是前一天晚上决定，
哎呦，好突然，突然哦。好，那我们就早上九点去吧。然后因为也没有钱嘛，嗯，就是跟你们一样，就真的拿一袋就是几百块钱这样子，然后就去。那里面只有200块。然后我就坐那个，我们那时候也没客运坐嘛，然后就坐那个普快要晃过去，晃过去的时候下午2点，差不多可以回来了。然后付500块租个板，大概。出去回来大概3-4趟吧，哎、欸，天要黑了，天变暗了，这样，然后就还，然后去洗澡，然后再坐火车回来，晃回家9点多，好点，超拼，对啊，现在长大了应该可以，可是已经没有那个动力，没有那个动力，要规划超久才敢去。哦，不用，我根本就不会规划这件事。规划吧，你就去那边找教练，他就会直接教你。没有，就会有，就会想很多啊，什么时间能不能啊，体力怎么样 啊，有没有什么事啊？啊，明天不再去。不过我有蛮多同学还蛮喜欢的，嗯，不知道，就是一个我同学还蛮阳光的。最近是不是兴起一股冲浪风潮？就感觉全世界都想要冲浪。有吗？我没有。啊、我身边，我也没有啊。好吧。不 了不过我有同学是就是去看就他们的 Facebook 可能就过去5-6年都会不停的在冲浪在接触，对啊，不过我觉得冲浪要等，因为你要很吃那个海的那个状况，对，你要很懂，你要等，对啊，然后要在他获得乐趣之前的那个时间我觉得比较长一点，就你要练习，然后过了一定的那个之后我觉得才会比较好玩。不过其他的就还可以，要懂浪。比如说我们直接去玩滑板的话，就还可以啊。嗯，你不用很懂什么东西，你不用感受跟大地。对，你直接摔下去，手断掉就可以回家休息。原来是这个意思，也是蛮划算。不过他讲说新手拿那泡棉板真的蛮重要，因为有那种，而且要看后面那个真的蛮可怕，但是一上来直接擦，我有被打到，会受伤哎。对啊，那时候有被打到。如果是因为他们有一些硬的就直接再对，如果是硬的话，我有看到那个这边直接被擦的，就是老外有一些那个照片，我看到说哇靠，真的蛮可怕的，我的老天鹅，真的可怕，所以还是有点危险的，而且那个绳子其实也蛮可怕的，缠来缠去什么的。那个时候也是，哇，极限运动之一。总之，所有运动都有稍微有一点点风险在啊，大家就小心，尽量努力喽。如果还有打工换宿的话，嗯，你们会觉得怎么样的打工换宿你会觉得不错吗？会愿意啊？啊？搬砖头？你觉得搬砖头会比较好？不要，你确定哦？我不要。搬砖头很枯燥乏味，它就是搬一整天哎，那没不要。那你觉得嘞？我想跳伞。我可以啊，跳伞换速你应该就是不停地在收伞而已吧，你也没得跳吧？啊、没有啦，他这不收不一定是跟我们是冲浪打工的小朋友，他们的内容不一定跟你学的技能有关系，就看他们需要我们做什么，然後有的是整理房间啊或什么，就是不一定，每一家打杂嘛，其实打杂还没什么差别吧，就做一些他们需要做的事。也是啦，整理好那个环境。他说想去跳伞，我可以啊，或者是热气球。跳伞你就不怕对不对？因为他跳下来有伞啊，又不会死。哦，其实蛮有道理。我觉得你这个理论我也没办法反驳。逻辑正确。跳水跳下来有水啊，可是我就是有溺水害羞，感觉要对不对？但是跳伞如果伞到我没差，他会飞啊。天飞诅咒，他的想象力会飞起来，想象力会让他飞起来，每天都会飞起来。所以我之后再去跳伞，我怕高，可以啊。结果你怕高，对啊。可是就我跟你讲，如果是跳伞的话，波比下那集我会直接拿眼罩罩着在这边这样，然后耳塞塞起来，我连听都不敢听。不要跟我讲，我真的不敢。什么意思？看都不敢看。什么意思？据报这次连看都不敢看，是吗？连看别人在高的地方都不敢。真的？对啊，对啊，我很严重哎。哎，拿个照片来，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吗？答案是非常否定，绝对不可能。我跟你们一起去，我会躲在一个看不到你们的地方。对，从头到尾，所以那等于没有出现，所以就不用再去。原来是这个意思。OK。好，来我们秀一下最后的这个芋头的资讯，来 promo 一波，有没有？来，哎呀，来呀！我也有 Twitch 哦。好，那账号嘞？一样啊。哪一个？你每个都不一样。Utoli 啊。哪里最左边那个？中间的三个账号，一个是 Good Uto 跟 Uto 99，只有第一个是 Uto Lin 而已啊。反正一定要记得订阅，还在这里教。好的，好的。最近有点欠关注。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呢？就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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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事拜托，拜托多多支持。好，那今天的有没有董内看一下？
好，妈学一千元，今天才知道很疯狂，谢谢波波变大300元，就是妈学288给最强大鱼芋头按赞，谢谢妈学158，建议节目可安排体验配音员的企划，哎呦，还蛮好玩的。看电影150元，安娜贝尔回家喽，好看，下集上学喽。龙先生100元芋头你好，定存仔100元，恭喜阿文 IG 破5000追踪，是啊，100元妈你卡借我刷一下。Crazy RO 100元，大鱼请闭嘴，阿文写真胖，妈学88元，未看先抖，妈学88元芋头辛苦了，88元浴室笑，你狂抖哎、欸，浴室笑声，今天的鱼表妹哇嘎一，小强第一才真的50，工作人员的是你，真的是你吗？真的是你，你好无聊，试试看，蜘蛛侠菜50元，拿破里的猎奇披萨很爽很刺激，没听过，路西法50元，芋头专访的照片超美的，谢流，什么时候哪里？你说你朋友那篇。对啊，你的鼻水要流出来了。那我擦一下。啊，早安50元，安安第一次抖内，芋头花了50元把鸟屎给干掉了。无心种花50元，恭喜芋头，订阅开起来。外面打个巨雷，我想抖个50元压压惊。We 50元，阿文成长日记成发了。Yeah, 好，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好，那今天应该就差不多了，好吧？我们把那个结束的框框开出来。好，你们打工换宿，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真的，是一个好计划。我觉得是对你们来讲还蛮适合的，大家都很努力呢。对，我就不太适合，因为我不想上楼。好，那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了，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拜拜，拜拜。嗨，大家好，我是大鱼。嗨，大家好，大鱼。这个红色按钮，订阅搞起来，快点订阅，你们赶快订阅，你们这样你才不会漏接我们所有摘照的影片，精华。